啊，为是来接我的说，是的，欢迎。不信你娃儿好，不得好不得好，我会一辈子在这个跟你当一对道士不回的野鬼永远在一起。我可不可以留在这儿？这个不得行哈，老邱，你跟他们不同，你是在丰都政府都挂了号了哦。挂了号就必须去报到，这开不了玩笑了哈。